次长。陈次长，请。委员长，次长是。这个我接着刚才李桂明委员的这个质疑，也是我们立法院这个法制局的一些质疑。那么这一次你最重要的加入两个，一个是维护公共利益，一个是经过当事人同意，对不对？是。那维护公共利益的部分，你刚才讲说你们将来公务机关可以用行政命令去定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跟你讲，任何现在公共利益来讲，在公务机关的立场来看，每一项他都可以解释跟他的机关的公共利益有关，你知道吗？每一项他都可以解释，就会被怎么样？被滥用了，这是很严肃的问题。所以昨天你们的同仁来跟我解释，那我个人的当初也认为说，哎，为了维护公共利益，也就是刚才李桂明委员所讲的，你先把大帽子扣下去，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来欺负我们，结果呢？最后的结果呢？最后全部都可以解释，公共机关都可以解释公共利益。刚刚我们李桂明也讲说，欧盟的第33条的解释是维护他的基本权跟隐私权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的小心翼翼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国家的立法的意志，你看日本，他相当的条文里面有规定，限制提升公众卫生，促进儿童健康育成，协助政府机关遂行事务者，这些要件以外，另外他还在上开事项的各自收集处理或利用，系有必要者或告知将有妨碍其事务遂行之力者，有他的定要性的要件。结果你们就是简简单单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看加拿大，加拿大也是一样，对各执法的收集或利用要件中，也是对公共利益里面呢规定的非常详细，例如违法之执行、违法之调查、有关国家安全的保障、国防、国家关系或联邦调查、谍报活动等等这些要件。德国联邦个人资料保护法也有说，以基于重要公益上的原因而必须收集，为避免公共安全之严重危险所必要，为避免公众福祉之严重不利或确保公众福祉之重要事务而急切必要，为避免国家或公共安全之重大危险及追溯重大犯罪所必要者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外国的比较法律，公共利益必须搭配具有国家行政、国家行为事项或有重大公安危险或急切需要等情形才可以用。所以我们呢，是的，我们就定了一个公共利益，我们是觉得太过于轻率，太过于这个刚才你所讲的，将来由行政机关去定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刚刚我一开宗明义就讲了，行政机关都可以每一项事项，他都可以解释是他的公众利益，怎么办？这个在整体性来讲呢，我们在现行的15条里面哈，有规定说要有特定目的，然后呢要执行职务必要范围内，一个职务必要范围内，第二个要当事人书面同意。第三个，对当事人权益无害，这是指公务机关的哈。那对于非公务机关，在20条里面呢，有特别，也有特别规定，它收集、处理、利用的话呢，收集的话呢，要应该是19条，法律明文规定，有企业或类似企业关系，当事人公开的、协助研究的、当事人书面同意的，啊，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公益有关的才可以。所以这个情况，因为是当时列公共利益，现在所以就在第6条里面哦，是的，原则上不可以收集例外的放宽。我是觉得就是说，是第一个，当然你讲的这个，我是认为就是说，你们既然在欧盟里面的立法理由就讲得很清楚，不要违反基本人权，不要违反那隐私权，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限制。所以你看，日本、加拿大、德国这几个国家，他都很清楚的限制下去。这样呢，避免你刚才说，我刚才说讲到的行政权的扩大，各机关把你法务部的意思误解了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呢，还是要把它定清楚一点。哦，这是我第一个要跟你讲。
第二个，当然我今天还是关系到，就是说上次我跟你部长打赌，我现在还是称他勇夫了，不是懦夫了哈、哦。这个执行死刑犯的，他终于在外国那个人权两个来之前，他还是依法执行。这个我是今天还是要给我们曾部长以及法务部来肯定，好不好？虽然我输了牛肉面了，没有关系啊、哦。所以，但是呢，我现在还是要请教你一下。第一个，我看媒体报道说，61个里面，当初提出来送到里面的审查委员会是30个。对不对？审查委员会通过11个，最后部长挑了6个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其他的呢？不，因为其他的有申请非常上诉、申请再审、申请大法官解释的，这个就我们在我们要里面不能够执行，还有请求赦免，这个都属于不准执行。对，那有几个？那扣除的那个大概有将近一半啦、啊。我的将近一半。那就其他其余的呢？没有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？有11个。那如不是11个不止啦，20-30个有了哈、哦。那这里面的话呢，再分门别的，从他的时间度，然后从他的这个犯行、犯罪后态度来选择。因为呢，一下子要执行10多个，恐怕呢，国际形象，台湾的国际形象会非常不好。好，但是呢，依法执行。现在就是这个，我现在请教你一下。是。现在你这次执行枪毙了6个执行死刑犯，是。那现在有受到任何的压力吗？没有。不是国际人权也好，我们台湾的废死刑联盟的给你们那个吗？那他们，我们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的、啊。哦，比方说国际特赦组织，还有欧洲议会的人权委员会主席，曾经有公开表示过对台湾的这种不同意见。好，那我请教你一下，我是从媒体看的、啊，是说当初有11个报到部长里面，部长签6个，对不对？那经过他们委员会审查，毕竟中还有很多，还有几个部长没有签的。那下一波是什么时候会执行？没有时间表。没有时间表是，那换句话说，变成一个部长的情绪来决定哦。不会了，不会，不会，我们会在适当没有时间表，就是依照他情绪啊。不会，我们按照适当时机啦、适当状况来处理啦，是不是？不会说按照情绪的，不会了，这个不会出于情绪作用，不会。好，那现在我在看了媒体的报道啊，我看了一下，有一些建议，我觉得蛮好的。第一个，我请教你，我们今年的这个我们国际人权联盟里面。啊，我国的人权的指标是比去年进步还是退步？进步吗？有进步一名的、啊，进步一名。哎，自由之家对言论的进步一名。那为什么现在有人说、嗯？因为我们对被害的家属的保护不够，所以变成我们的人权指标，并不是说因为枪毙执行死刑犯，所以让我们人权的指标下来，是因为对被害人的那个人权没有保护好。是不是这样？最近这几年呢，有这种声音了、啊，说过去的话呢，诉讼法或相关的诉讼程序等等的话，对于被告是不是保护比较多？哦，这是过去历史传统的。但是这几年来，对于犯罪被害人的部分的哈，哎，然后应该加强。那另外第二个，我再请教你，也有人建议说啊，现在很多在判死刑的，就希望有特赦，嗯，然后特赦他就可以改无期徒刑，那无期徒刑满了25年就可以假释了。那我们现在会特赦吗？因为在很多的被枪毙的他、要准备判死刑的人，他现在可能寄望在这个方面了、哦。特赦是总统权呐、啊。啊，总统权。好，那另外第二个，我可以看人家建议说，我们干脆定一个对死刑犯呢、啊，在还没有废死刑之前呢、啊，先来一个终身监，你知道吗？避免将来有特赦变成无期徒刑，然后放出来。他说来一个终身监，永远关在里面，就是对这个已经判死刑的人，就是终身监，不准有特赦的。不能假释的这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相关配套我们在考虑中，因为现在逐渐的要减少死刑的使用嘛。好，那所以相关配套的都会一起来考虑。那另外就是说，也有人觉得今天判死刑是你法务部判死刑，还是司法院判死刑？法院判死刑。所以呢，他觉得很奇怪，枪毙又是由你法务部。嗯，那是因为现行法律是诉讼法，对不对？他说应该是回归到司法院。你看，我看到很多的建议啊，有的报纸也这样写过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写是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东西，当然我们对这个人权，我们当然要重视啊。但是对被害家属，我们更要加速。是，对。对我们社会的治安，更应该要严肃来看待，对不对？是。哦，我们不能鼓励，就像这次的篝火，那个台南的篝火事件一样，是，对不对？看到网络说杀一个不会死，哇，那这个示范效果下去还得了？是不是？所以最后回去跟部长讲，我还是称他勇夫。是是，好不好？是，谢谢。那牛肉面随时，是，我就请他吃那个 7-Eleven 的那个牛肉面就好了。啊，好不好？
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哈。下一位请游美里委员发言。那请廖委员代理主席。哦，这样子。那不然请那个李学章委员代理主席。李委员。